上一定会玩到热的。开始，大家等。大家都是昨天的那些人。老样子，老样子啊！啊？好了，很秋了，很秋了啊！你为什么最后？你问我，我要问你。你的声音有够小声的，来，不要谢了。你的事情。啊，对啊，我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对啊，我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。Oh my god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是谁的馊主意？这等一下，这谁放的？刚开始就超热闹的，三种同志，我们要逆转了，四种要逆转了。对，可是我还是听不到你声音。快快快，调整一下。哎呦，看你们怎么不把这个吃掉啊？谁放的啦？哦，没得吃你们钱了哦。哟，又来。他妈的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红龟？没有关系，可以利用我的。听不到你的声音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远。你就很近。因为你转向到那一边啊。我转到这边，我转。哎、欸，我第三。有人要进来。荣幸，荣幸。不充电了，快到了！哇，进来又走了，会导致直接把分数归零。是吧？反正敌人又不会帮我们得奖。神的绿龟，神的绿龟在我后面。
没有啊，你没有丢到我，你只是会一直在我后面扫我屁股，然后都没扫到我。安全 safe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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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个人看准的？我听到铃铛的声音。我听到铃铛的声音，到了谁到了？没有。哎呀，蓝龟。这个冲刺时间是累加的，可以直接使用掉。不像马车吧，是重计的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它的反重力上升，反重力上升。这一关哪里来的重力？这一关叫做不合理。前面的直接轰轰疼啊，打一边啊，再一边啊，再见啦、啊、哈哈。哎 ,Safe! 我的豆下去了，你的可恶的家伙。拿命来。哎、欸、我分数比你高三分。屁啊。真的啊。我看你在哪。多一分啊。好、哦，你说那个、哦？要谁计算？都是你完蛋！我要完蛋了！你现在有很难？有！哇，那个人是昨天进进出出的吗？好像也不是，他昨天也是陪我们玩到底的。哎，他又给我出去了，他一直把我们分数刷了。为什么大家全都走密道啊？可恶，大家怎么全部都拐呢？你在那边吸我牛啊？没了，抱歉，在猫猫的那边吸我牛。为什么他们好下场 ？Oh my god！ 我才要使用的，幸亏我还没使用，你知道？不然我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那就是你不懂得我们的世界配对定律。我等你，我等你打完。我觉得你夸张了，我觉得他们丢好像电脑。前面灯儿。有几个人比较聪明的？有。好勇哦，直接冲过去了。好，结束。每次秒变。有我三重通知蘑菇直接冲进终点线，刚好用完。我的第一名，哇，很强哦。我们这里面有两个技，那是时候跳槽。来了，我的爱心防御大师又出现了。看啊，他每天都要让我们清理，他们每天都要让我清理。决定好之后赶快进来。但是他找不到他自己的自己要放的东西。不要乱动。会是，那怎么会选择使用小神？在这里，
就是要拿出超级基友角色来炫耀的，把你自己的特殊角色拿出来，不要把拿出不要拿出最基本的超级基友角色，那个也是基本角，人人都有的比较基本角，人人都应该要有的比较基本角。那个是特殊技能，我偷跑了，有没有？前面那个人还使用超智蘑菇啊！他们上去了。有冲刺蘑菇，我直接飞过去了。有没有谁的飞弹？谁呀？哦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赶快跑赶快跑！哦，感谢尾流了，赶快跑赶快跑！你有灵刀是不是？不用怕，我有爱心，直接冲过去啊！来吧，不要那样，拜托，靠呗，这我必须要退出再进来了，可恶，那到时候等一下要给你撑了。啊，确实，我的，可恶，我要继续打啊，奉陪。哎，哎呦，还是不用玩了，是不是？队友，队友。好喂，那现在开房间的人是谁？不知道，明天就没有开房间人。然后他是爆破专家，因为他是爆破专家，他丢了。第二圈了吧？后面电脑在大战 A。哇！哇，你第四名啊！爆破专家，哦呦，不要！爆破专家在我旁边，我在使用最后的一笔路。这个数字怎么那么小？冲啊，再冲啊 ！Finish， 屁啦，还是第四名。我们使用两个冲刺蘑菇，还是第四名。哎，这喂，这个都不到一百的，在搞什么？你进来啊！哦，现在这马里奥兄弟在开哦，我开才对，不对，不是你，现在马里奥兄弟开的房，嗯，不怎么回事，他跟我说你要进来啊，马里奥兄弟要进来，你讲的未必就是你，我，哎，不对啦，哎，是他也跳线了，他也断线了，他也断线一下。他刚才也不在，没有，他刚在。啊，这个代这个代码我可想要留着，我可不想，我可不想要一整个直播一张换代码。
是不是不应该开一个奇怪的东西？你到时候要重生。哇，大家谁在射我？那个史蒂基公主，等一下晚上带。我也找不到啊，史蒂基公主。哎，马里奥，还有蓝龟。哎，前方有一个炸弹客哦。我已经看准炸弹客了。为什么？赶快往下，赶快往下把它吃了。我有爱心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弟弟，给我看一下第一名是谁？哦，史必基啊。什么？原来第一名是史必基啊！不要弄我，他就史必基。是聚集那一位好不好？他在那边一直打，他一直在那边 K 我。还有 bonus time 呢、啊，哦，这个时间来这边打最对了。我要找时间再挖出我更小的车子。更小的车，你这边开了就跑了。这边的人都是满的，我们这里还差两位。干什么鬼？困难模式啊，困难模式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那个乐团成员马里奥已经是基本角色啊，每个人都会有。哇，我觉得瞬间飙到第三名了，第四名了。哇，我还有两个抽翅蘑菇啊！这不过是黄热大师抽出来的，全部都是蘑菇啊。不对，他在抽，他在这边叫抽翅蘑菇大师，他不是火焰大师，他火焰大师他退休了。还有，话说今天这个我的那个炸弹客还没有拿出他的凶猛的武器啊！看到了，他拿凶猛的武器了，他拿三重炸弹兵了，他使出来了。你就是马里奥兄弟，先走炸弹客。那个炸弹客很屌，那个炸弹客直接放在一整排，直接站在路中央，走过去了必死无疑。然后后面的全都会完蛋。放个三重炸弹。走在前面的还有机会，但走在后面可就不一定。过的那关吗？过了。对啊，因为有人进去又出来。你分身越玩会越少。我感觉到我的那个我的触碰又出现了问题。现在左上角上面有写一个我的网络速度的时候，我现在网络速度九秒117 KB 每秒钟，这个太慢了，这个超慢，然后平常可以跑到200-300，不能说平常，基本来说应该要跑到这样子的速度，结果呢，哦，在那边
还有我跳过道具箱了。我没有道具可以发啊！啊，直升机竟然超过我！哇，好多啊！烧给你，烧给你，烧！啊，大显神威啊！啊，谁的纸币机呢？他居然把我的三重香蕉泥跟我的冲刺啊，三重冲刺萝卜香，还有我的冲啊靠喂，又是史力机，谁在那边一直在放香蕉啊？哦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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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你们在那边。啊，哪个人？我靠！我哪个人不讲武德转出来？哎呀，第一名被外来人拿走。饭。哇！贵呀！你说贵呀？你聊什么？你没有说呀？怎么？哇！完胜。可我看到谁在打我的？哇！那个科拉是不是？我来啊，这里有一个可口可乐，我们等一下把它打下来。我先打你。你最好别你。你还是派你那个洗衣机来打我两个。嗯。啊！不。他退了，可我这样没办法攻击哦。都不见了，打扰你这功夫。我们今天退了两个，现在有三个空位。那你下去吧，怎么还没下去？哎，完了！啊，我被炸弹坑打了。哎，还有一个。哦、啊！那后面一直有人在刷闪电啊！休息会我开认真模式，否则差别待遇哦。这个人有超市环圈枪，不用紧张啊，我这里也有一支超市环圈枪。什么、啊？哇，有个变道在我后面。时间结束了，赶快跑！啊，第三名。我神啊！哇，你看我队友雷了一个大跳。炸弹客直接在我后面。哇，大神，你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后一名。哇，不是，一定是我的队友在雷啊。是我们还是请称之我为王，妖术。去。你才是啊！我已经玩25分钟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这一场。有点差不多了，又退了一个。没有。又退了一个。我们现在有四个空位了。不用退了。然后这里。
里是为了赚什么？赚钱白的、啊，把自己最最强的角色派出来啊！哎，我居然自杀了！应该是我射的。我现在好想玩自杀。看来你好像第二名。好、哦。哦，炸弹王啊，炸弹客又放在第一个了，他又占第一了。走，今天礼拜六。后天，然后后天我的魔训又要继续了，然后我又要痛苦一辈子，没有痛苦一辈子，痛苦半年，很累。我队友走了，好像只剩下你在那一边了。来，哦，现在已经有那个300块加成哦。好了，不要跳槽哦，不要帮他哦，否则会出大事啊！今天你不帮，那我自己寻求帮助。你去寻求帮助啊！喂！喂！喂呀！你在搞什么？这里帮助的、啊，好帮助。你怎么可以直接跳过来？你在哦，你在哈喽！没关系啊，可是我拍的真的是很像跟他拍戏一样。反而是你分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得不到奖，我们维持不变。传过去，投入，我拐错边了，打他一下。看来他没有东西，打一个。很好，现在地点是空的。再来！还有啊，奇怪，我不是射两个，前面都射一个。哇，差点把他射出来，蓝龟啊！蓝龟，赶快把那个，至少要把那个或者那个超甲把它刮掉。哇！赶快啊，把它打下来！你不用居高第一了，赶快把它打下来！去吧！第一名，谢谢！哎，我打到别人了，我丢贝壳了，你丢贝壳了，我刚没有看到，哦，红龟，我第一名，哈哈哈，在这里真爽啊！你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过来，你只不过仍然还是有被屌虐的份，而且不止这样，你还不会得到你的奖牌啊！这是瓦路易集队的，我可以渐入佳境。这一次让你赚到了，你们队获胜。他在帮助我电脑队友吗？你以为你们队获胜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当个雷队友吗？雷队友啊，我就雷啊！世界上有1000亿个人正在玩这个游戏啊！来啊，我跟你们大战300回合。世界上有1亿个人下载这个游戏啊。但是你有观众了。他也是马里，他也是那个马里奥兄弟啊。他是马里奥兄弟。哇。不要啊。那马里奥兄弟也在场好不好。来宾啊，不行。不行。哦。完蛋了就完蛋了。我问小喵喵说他为什么不来，他说因为我开了两个道具，所以他不想要来。不然我开三个道具，对很多人都说不公平。不然现场我好像看到有新手，角色并不多。我没开，如果我开那个不能投，如果我开投的话，哎呦，只有被屌虐的份。然而小喵喵就是那种屌虐别人的。不！高狙第一 ，nice！ Oh my god！ 我超级哑巴，没有超级哑巴啦，拜拜！我今天没有超级哑巴，有超级哑巴，没小用，把他把我打掉啦！我看他用的，但他没有打到。可恶哎，帮我挡一下，要不会死。我是不好挡啊，你自己不好。我的风向没有打到你吗？我上了。
你的队友怎么了吗？你的队友怎么好像是啊，名次高涨啊？没有啊，奇怪，怎么会是第七名呢？哎呀，跑到前面去了，不要这来啊！有一个在我前面而已啦，赶快把他追下来。还有三头冲这么多，直接把他追远了。哦，有谁干嘛？我知道了，很好啊，你们这一队啊，哈哈哈。哦，炸弹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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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哇！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天哪，是累赘，不是高居一二三名吗？现在，我靠，有一个掉到最后一名了。好啦，就算现在不是圣诞节啊，哎，我这里又有一个圣诞老公公要来了。圣诞节气氛。啊，没了。结束啊，完胜！哎、欸，我开房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主要是你开房哦，你第二进来了，开始啊！来吧，圣诞老公公，不是圣诞老公公啊，不是你，滚！哎、欸，看一下，滚！他等级太低了，这一只啊，哦，圣诞老公公为你们大家送礼物啊，送上加速礼啊！对啊，我也要试一下。只剩三个了、啊，也是，他也是在你们团队，只剩三个、哦，只剩三个了，啊，现在有五个位置，圣诞老公公要出现了，不是圣诞老公公啊，他不是阿嬷，阿嬷嘞，你再讲一次，你试试看，他阿嬷嘞，看他这个侦探的表情。我要来这个，这个很有呢。哇，怎么走？哇，直接走在上面啊！因为我在我的眼睛下大力的丢了三头牛，然后再丢三头牛。哇，谁这么可怜？好有呢！哇，谁这么好、啊，直接送我两颗奖牌啊！哇，三头牛走上面啊，完蛋蛋了、啊！圣诞老公公啊！圣诞老公公啊！真的？真的来了吗？福尔摩斯要来了！打他！不要！赶快把他打下去啊！这样才正确啊！那个打他，打那个，打前面那位，那红龟，打前面那位。我看红龟，我看没有红龟。哦，红龟打的。然后把他叫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两只红龟，然后丢到我了。要把谁叫来？把小喵叫来。现在他，我开这个，他就算没办法狂了。我哥怎么才叫真正的？大家不管有多屌都没用了。我哥怎么才叫真正的发动机？哦，拜托爸妈厨子，每一个都通过是怎样？我们都没通过啊。我们都不通过，他每个都通过。我就是唯一一个没通过，唯一两个。哦对，我是唯一的。如果他进来，当然就要接触到一个小朋友厨子，赫奇，叫赫奇吃鸟。然后，我把提前花在这游戏上10000块的真钞票机，没有钞票机啊。哇，你这样喝，这样喝，对啊，要会上手，而且不止这样，还会去干什么？哇，这个。我都会直接被抓走，而且我会直接造成，我会直接造成获利贬值，到时候就长手太阳。不管什么意思哦。Daddy go！ 我怎么知道？哎，直接把我爱心打掉了。我不送礼物了，没有，我不送。
你去发礼物哎，你去发礼物哎。我怎么可以发礼物到第二？你在那么后，你在这么前面，你怎么可能得到？谁的血血？对，前面那一个就一直跑。哦，哪里啊？去啊，去哪里？哎呦！哦，不止，不要脸，好呀。我们用红龟打你了。没有打到。我这还有一个，我这后还有后面还有一个是猴子，没打到。看到啊，我跟你的礼物的差距，我可是大包的，你呢？小小，小周给你充满了温暖的气息的礼物，没有、啊？是你要更棒的礼物。好啦，三堂超市火锅派上来，我发现三堂超市火锅比爱心还要好。可是你要更棒的。哦，这个奖是绝对可以给你史上最棒的礼物。哇，好勇啊！怎样？青皮箱？哇，你怎么这么勇啊？直接带青皮箱上来啊！我差点发现你的，圣诞节，对不对？新年了，好，发红包，去发红包啦！我怎么有一件？我怎么会有一件？不该有一件啊！你也不应该有一件啊！喂！他被什么东西打？他的车他被打了，来吧，现在就是炸弹革命的时刻。现在有人革命，叫做松子。松子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哎，头发。哦，这上面可以叫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哦，我们那个淘汰的就是黄的。对啊。哦，那个可以叫。哦，谢谢美丽哦。耶。哦，那个打我了。看到，你的另外一个对手来了。队友。你的队友你在讲废话吗？对啊，很恨我打中。哇靠，又是死路一生。没啦，我被打了。哎，我给你发红包了。你发红包不干我的事啊？这是红包啊。直接拐进去，直接结束比赛啊！那不我要输给电脑吗？不，我要输给电脑吗？丢人，丢人，输电脑！没有，这是他搞偷袭，他整天在那搞偷袭，而且分数很高。你才搞偷袭！搞偷袭，他超勇的，这个分数很高。哇，我队友四个秘籍。好了，我是死秘籍队。四秘籍，我的答案。找一下我的输入比车在哪里？加油啦！加油！哦，干什么？派输入比车啊！他抽中率没有比我的，还要搞。那我那就是什么？睡觉的。因为我们也是自己家的，你说什么情况？哎，我今天是五八哎，我怎样？我感受到危险啊！没有危险，哪里来危险？怎样？谁
要解释一下。电脑社的，不跟我啦。大大哥。哎，一路顺畅，一路顺畅，一路顺畅。来。哎呀，是我们家。哎，走了两颗，过来啊！哎呀，两颗啦，哦。哎 ，safe， 谁想要用红龟打我啊？你以为嘞？来、啊、说吧，这一局有没有抽到三重重置蘑菇？有啊，一颗，一颗而已，垃圾。耶、yeah. ！我没有，因为我高居地狱。没有，你没有。啊、我高居地狱。没有。我高居地狱啊！我刚被你的队友搞偷袭，死队友，死马力哦！哎呀，脚一直放桌上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怕，我要。世界之后卫再见啦，没有的。没有的稀有角色。当我是好，就是现在我后脑啊关，因为我不能，好，那我们关掉了。继续传送器，谁呢？谁呀？刚刚不想打我吗？韩国呀！哎呀啊！小心，师傅。我抱你。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哇，电脑啊！电脑没有威胁性啊，说它怎么闪电？好了，刚才看错了，说该逆转局势了。看见没有？刚才没有啊。闪电保护家园，这会打到我，但是八杠阻止他的三重加班。我再也不要相信我的队友了。去啊！我找新队友。最近好像多了一个人。有吗？你们那一队多了一个人。是哦。我看一下。一队五个。你又跳槽。我就说我找新队友。得那个嘞，好、啊，你不是，你是为了取胜吧？嗯，那你取胜可以干什么？这里又不是世界配对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去世界配对玩一场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去世界配对，可以跟玩一场。你又变了，你也被电了，不要吵。我这次结束了。不、哦，那也不是你被电。哦，哎，好傻逼啊！好可怜。哎，太假了！哎呦，又来一场炸弹兵呐、啊！可惜没狙到啊！哎，我死了！哎呦，被我狙中！哇、哦，防御！哎，谁的？完了！小香哟，你的末日到了。
没犯规。我还以为两个同时超越我，反正过来。谁在射远了？然后都不要跳槽。哦，看你跳槽在那边乱射奇怪的东西，太爽了！哇哇，你只要炸弹看我好像这里。哦哦，还没有高，我们不是第八，第一名啊！耶！啊？第二名，第二名，你们在打他？外挂啊，外挂，到底外挂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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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？那不是吗？来啊！回归本体。慢点。快点吧！快点吧！只有我在看。你是打赢？不是啊，我们要打四场。大家等一下，等一下那个。我在干嘛？有哎。阿忠，我等一下去那个。我要去世界配对，把他把渣子干掉。不要。那选谁？哇！我下一集我也要派我的那个，我也要派我三重炸弹兵，我好像也有三重炸弹兵的。不要！是，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啊 ！Oh my god！来啊，彼此是 peace 的，我们是 peace 的 ，difficult。对张二成来说，啊是 difficult 的、啊，再被我打一下啦。哦，这红蓝兵，你不要乱放哦，你不要乱放哦。放、啊！我自己爆他。你胆子很大嘛？哎，我现在三个挤在一起啊、哦，来啊，胜负已分了吗？哎哎哎，注意一点！哎呀 ，safe 啊！我靠！我看到了，都是蘑菇很厉害的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的三重炸弹兵专家他是瓦路一奇队的，可恶！对嘛，哎，我看我有没有。瓦路一奇怎么还是人？我的瓦路一奇已经五等了。没关系，我自有妙计。这后面怎么都是敌对的、啊？因为你不承认。那可以帮我决定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想随机做事？你想随机做事？一，这个随机要敌对的。哇！转眼之间就来到第二场的第八局了。不、哦，没有道具不？啊，笑死！然后马上就被我们屌虐了。哇！居然把我黄蜂打掉了。
滴滴刚是谁？好了，玩这个游戏不用跟电脑互动。哎呦，直接好弱啊！哇，大家一起死啊！我靠！哎哎哎，呀呀！是不是？拉炮兵！哇！赶走，赶走，赶走！不要，不要！是，你是我的！你的香蕉！不要一直打我啊，北西！哇！我有雷队。哎呀，缺紫色那一方啊，瓦路易奇队缺人啊。我缺人啊，你要不要来啊？我记得你也是瓦路易奇队的。他没来啊，他不想来。老子他不想来。太缺人了、欸。你在搞什么？怎么集结时刻居然打不就不来？这是收集完是不是？他觉得他们赢定了、啊，然后到时候我们最后一个来个逆转胜啊！他认为你们赢定了、啊，他认为你们那个瓦路易奇队赢定，就直接罢休了。不准后人家，不准人家。今天礼拜六大家都没到，就是大家都在太忙，大家都在忙着准备红包，就是红包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。哇，谁的？这么屌，这么屌！哎，你的宝龟啊！哇，我刚才那个宝龟。来，等到出现了，我没有用啊。防御啦！哦，我不要被垫下去了！哇！我看到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有道具？我没有道具。前面的，就是你了，找找过来！我现在在你后面啊！好，你不要承认没，来吧，一起派对吧！巴黎，巴黎，巴黎的。有什么不要来救援啊 ？Oh my god， 谁的红龟？哎呦，哎，谁的红龟？黛西的红龟。你们猜是黛西？红龟，我看你们。红龟，第二，黛西，记住。我俩的。你电脑队友。不当我的事啊，结束了。你电脑队友好可悲哦。好像是我们赢的，我们赢的，但是不厉害，我们赢的、啊。哎、哦、呦，你们这群垃圾队哟！这叫什么？这叫目测。没有啊，赤老板，我赤老板后面队友给压压我们下面。这么这么。来啦，第几局啦？你在最后一场。第一晚谁给你最后一场？第几局啊？这个是局。局哦。第二局，99.9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队友了。我们都走密道啊！再来，哎，直接远速攻击啊！居然没到，居然没吃到我的香蕉！哎，你不要乱丢垃圾，可不可以？
红的用黑的。没错啊，我就想炸我。我有后山嘞，差一点把自己的炸弹引爆。好爽哦，干！真的，把我们林电脑超人了，我要直接把他抛在后头，他们自己在后面比，我在前面比，然后我直接超过你，哎！你怎么走下面？你去死吧！干，你还有两颗，还有一颗啊，加油！真的来一颗，哎，好贵了，帮我挡啊！看，哎，我帮你打吧。我也被打了啦！你知道我好哥，然后我会打那个什么？假交换？哎哎，假交换？等价交换是不是啊？真叫的！来啦，强烈压制节奏，吃香蕉哦，也是。哎呀，太扯啦！是不是看这个电脑多强啊？怎么那么强？太强了吧！为什么电脑都是为什么队友都是电脑？为什么电脑都是我们队友？为什么会过来一下？哦，为什么我要过去？老爹，老爹，兄弟，赶过来！我队好照顾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马六兄弟他是用手机要看直播，这样啊。我要他要留言的话，直接我会把他跳出来。我觉得你们太不乖，我叫他回去。可以啊，直接退线。哎呀，我比你高，我分数比你高。哦，有一个人96了，把他打下来，好像没机会了。对了，我要掉最后一场。这是第十一场，这第十一局。好吧，不要过来了。对，来，两个。这只是超人，这只是这个啊，现代人才知道的东西啊。我觉得大家只知道一部分是那个啊，大众的影片系统。鼓掌的声音，什么鼓掌？鼓掌的声音。绿哥，这个香米。哇呀，绿哥扫到我了，只是我成功防御。啊！我靠！你的破绿啊！我知道。哎，我被打下去了啦。那个放在这边。没有，你等等，我有一个水我的水要下掉。我有一个水球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不是闪了吗？攻击！哎呀！那你们是四个三米多大？这个恐怖啊！哎，还有两刀，你们是结束一起啊！来呀，来龟破！把他打来，再见！我失败。你是可以，还成功，差一点点就拉得逞了。宝贝 BT 公主，我们应该坚持。坚持是无效的。我好像没听到角色声了。啊、哦，没有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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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拍那个人本身就没有声音了，好，没差，没差，没差。不对啊，我拍这台干什么？这个是加分关卡。你看，谁会赢？是我赢。我就会赢。哇，有了100分嘞！他们，我以为他们在跳槽，因为跳槽是可以用。我们赢定了啦！想跳槽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去世界配对吧。我们一起去世界配对表面。张一啊，我们这里。
生自己去发生的奇怪的事情。我不是啊，那我怎么这样？我怎么会这样去抱你？那你也抱我。你这样子是我抱到。喂喂喂喂喂！不要互相残杀、啊。我生命就好。魔卡，魔卡，扛过来喽！还要想挡路啊，可惜我还在很后面，直接超越。来吧，我护膝尾炎，护膝尾炎直接干爆后面路。超越。有没有打了？有了，在笑，在笑，在笑，人家反击啊，人家反击啊，他笑你啊。再上一个啦！哎，你怎么跑成傻子？尾流，尾流，不要呼吸啊！不，尾流。什么？要不要三重炸弹机？对，他还有，他还有，他还有。你不要挡在这边了，拜托你了。快点！你在做什么？我之前不够，我之前不够。我的金钱也两万了。你多少？你终于满一千了？没有，我终于满一万五。等一下，想要去世界配对打一打。我去买东西了。你要买什么？啊，现在房间又是谁开了？啊，我要被踢出了，我要再重开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要去世界配对？我是出来买东西的。想要玩狂热吗？哎，垃圾，所有东西都还没买。为了这个东西。想要玩狂热吗？为了啊，要玩。嫂，你真的把它升四等了？真的啊，炸弹兵加炮加。哈哈，所以等下派他上来。一定要的。啊，算了，要不要玩狂热？一定要的，好不好？想玩狂热，梦没了啊！完了，关卡已经改了。哎呀，这个变变。哦，代码又变了。然后呢？反正兄弟已经进去了。三个了。三个啊。技能是一样，出去也是一定要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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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打什么？认真模式。抓小了。Team attack。队伍互相攻击。完了完了，我的字被吃掉了。要攻要互相攻击吗？肯定会啊！好，认真模式啊，认真模式一样开着啦啊！好的，那么把这个打开。对，把他呼唤进来。好，把他叫进来。呼唤跑队友。好，我把他叫来，我来等他，看来会不会回，因为他不会回。哎、欸，有人进来哎 ，What's up？ 必取必要，这是没有加。哦，这是哦，这是马里奥兄弟带来的好友。对啊，他怎么说他赌啊？哎、欸，你不是一个，你不是说要等他？对，我看，你就有个。
等一下就有专业的要进来了。没有，那小孩进去又不会到他。啊，不对，正好这也有可能不是他。又有人进来了，那谁？现在线上的都在这里。这不是你的台啊，这个是他啦，哦，是啊，这个你现在看出来哦，啊，这是他啦，哦，为什么还是只有我啦？只有我打三小，你说只有我在打个屁啊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就还是最后一个人，射死我！啊，表练时间的啦。现在有三个人在现场。哇！母汤啊，母汤啊，母汤啊！什么大圣？谁射的？快过来 ！Come here, you.过来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第四名被电了。你就我第四名被电了，我跟你讲。直接逆转第一名了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啊！我怎么队友是垃圾？我队友是垃圾。哦，我觉得完蛋了。哎呀，现在是六打一哦。加六打二哦！我败了，不都是敌对的？我来看看啊，黑狂热的都是我们队的，真的吗？不是啊，没有没有，全部都是我们队的啦。我的，马里奥出来了，对啊，跳了一下下。有没有进来了没啊？他自己进来玩，他直接进来玩。你不要跳槽行不行？不用吧，不跳槽我就狂热。你不要跳槽啊！真的狂热，我的狂热是。他们要习惯玩他认真模式，否则就不用比了。大礼包，超远的，哇！万步。
我们被打到人了。哎呀，你要一直咬我。我是我的脖子啊。不要录音。输给电脑真丢人，哦，真丢人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不要跳槽，除非你不能狂，除非你可以狂乱成功是我们队的。这个就是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。怎么可怜？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好用，因为太多了。Switch 吗？哎呀，可怕的东西！我不能狂乱了，哦。哎呦，可怕的东西来了！快摸！完了完了，要被屌虐了！哈哈哈！来了，那个恐怖东西来了！哦哦，那个哇，可能来五十岁，应该也是。刚才又是一个没能做的，只有这个可以恐怖。哎呀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是我的眼镜专辑。还没，已经爆破专家。爆破专家嘞！我要开始爆破啊！我有抽到，你是吗？给我，你的幸运又重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队友。噔，要不要改回两个道具啊？谁要？哎、欸，他要打我！哎、我给你一次，你怎么你对我那么？不干我的事啊！你对他那么？不干我的事啊！来吧 ，kill 他！没有你的队友。哎，你的队友，哎，没有玩这游戏的。哎呦，好犀利哦！真是好，太狂了！啊，有人狂了，有人狂了，有人狂了！快点丢，快点丢！有人狂了！快丢，快点！不，这东西太窄了。干走！我需要爆破啊！爆破了！来啊！我们赢的啦！我们赢的啦！哦，这个 B 区阿 B 还不在。哎、欸，我赢过他哎、欸！我也想爆破啊！不是，我们赢的啦！我也想要爆破。什么爆破？你又要干什么了？你想要什么？你知道不开可以狂乱的原因吗？不让他每天在那边爆破，每天在疯狂间上班真的生气。对啊，我在干嘛？我要派一只很吵很吵的角色。我的角色蛮吵。哎呀，你是不是他给狂乱？还没啊，我还有我还有火焰兄弟啊，可是只有三炮。啊！我的耳朵一直在痒。哦，派错角色了，我做跳槽了。在搞什么？你只有这一只能狂热啦。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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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吵我，谢谢了。这一只非常非常的吵。Shut up, shut up， 因为这个吵死了。这个吵死了！哎，吵死了！哎呦，好差点哦！差点吃到那个香蕉！哎呦，卡卡大法！
我好想玩 Splatoon 了，我不要，我很想玩 Splatoon 了。我要想玩。啊！三头六臂的女王了！前面的，前面的，过来接受死神的。哎，谁打我？过来。哎，香蕉苹果了，好现在有超多香蕉米的啦。哦哦哦！哇塞，多香蕉！得到了谁的香蕉米？头差点逆转。你没有帮到我吗？哇，有人一人，有人一人取胜啊！我没有，我就是我看看，我是第二名的。来啊！我有，谢谢你。你不可能没有。继续爆破！哎，我的那台车去哪了？我、哦、跑到上面去了。哎呦，汤姆要进来了！汤姆要进来了！你汤姆很强哎、欸。可是他一样也是只喜欢玩那种的。他喜欢玩两个道具的。他是玩两个道具的。那他应该会离开哦。他应该是没有要来。他是玩两个道具的。哎，他在。他居然进来了。你们都是我一兄弟耶，不是我爆破专家。你们两个都是爆破专家，不要拿那种危险的打我。那万大哥也是华裔子队的，华裔子队。哦，我网络居然闭好了，我每次我直播到最后都会变这样。完美啊，我们要来了，创办两小时。现在才一分十八秒了。哎呀！还有变大狂热，变大狂热哦，没有威胁。可是呢，前面这个道具有威胁。我就带你家炮兵们到那里。我爆破了，哎！我他妈打我，哎！我被当中疼死了。这可是我第一次了，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哦，直接打到汤姆了。哦，现在你说话。好，完二了，完二回压队。这个回声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完二了。VS 啊 ，No two up， 没有 two up。还有我的绿哥居然把我自己，居然把我自己的东西烧掉。为什么我抽不到高级奖号？哎呦，差点被撵！因为现在奖号很多，我随时都有油啊。不要七七七的，那七七七的射有油。如果应该射有油啊，我被打到。Finish， finish。你不用玩爆破啦，你一次只你只不过是发射次数变多而已。我被打到，他赢过我了。哇哦，你怎么第五名啊？你又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后一名。他就是不给我站面叫的话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他想不到什么发卡地嘛？我看一下。等一下没有看到他。没有，他没看我讯息耶。再多传一点。哎呀，我九十七块钱。他没看我讯息，他不进来就算。没差。我开始勇气，大作人，我自己哦，我超勇。来喽，干恨沙漠。来喽，超勇啊！只是。超勇的啦！哦，我九十块钱。我有个金币堆，没买一点。好，又有人进来了。那谁？
这个应该是他朋友啊，这个应该是玩二号的朋友。嗯。好友。有，还在我后面。可是我是第七名，就这样。我是第八号，可是我全都在你们队了。为什么不是？不，哎呦！我跟你保持社交距离啊！我跟你保持社交距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保持社交距离。哎，我一直被喷呐、啊！看到了，那个人，那我帮你跑，蹲下可以买一点。哎，金币狂热！哇，还跳车啊！哇，谁在射香蕉啊？谁在丢香蕉啊？谁丢绿龟啊？哇，丢香蕉，很凶。我刚丢你。哦哦，那边有听到了哈。拜拜。大哎呦，成功！成功是成功了，可是我已经结束了。我第七名呢。哇哦！有了，听有那个困难挑战要更激烈一点。哇，打的四打二哦！为什么？我们邀请 One Up 跳槽 Into Wario。不行 ，Wario is best。Wario is bug。No， Wario is best。Wario is bug。Wario is best。Bug。Best。Wario is bug。Best。Bug。狂嘎！在马岗是啥呀？混蛋啊！哎，你被狂热，好可怜呐！我又被狂热了。我就28分了，你们这样，是人越来越多了。人好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，因为这个时机才不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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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八嘎嘛！哎呀，日文，日文，我当然不先走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谁金币狂热啊？哇，金币有吗？是吧？哎呦！人人都会的语言叫做什么？台湾应该有人，应该有人知道叫什么？新年快乐！什么南无观世音菩萨？有啥关系？是在问你吗？哇！被南无哥叫出来了！哇，好像有人直接变大哎！我要看到有人直接变大，网友直接变大。网友直接变大。谁叫他绿狂热？我女儿直接被狗给打爆了，笑死！我跟香蕉牛，我直接被狗。What up, boy? Someone is save you. 拜拜！哇，有人救了你！哎呦！我们最好不要赢了哎！完了！怎么可以屌路人？屌路人是不对的！不要了！两个闪电啊！大魔王狂热，无名问号，什么东西？无名问号，我是新人哎，那是猫咪库吧？这个，
只有更多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又要那个了？我们等一下是又要改两个道具了，否则会有点对，就是那个。不行啊，不行，我们要表现你。我这个还是没达标。加油啊，小喵喵快点进来！小喵喵不会进来了，他都没在看我讯息。哎，第几场了？哦，这太太虚了，对，他给太虚。来啦，我可以狂热了。可以狂热啊！这太虚是我对的。屁呀、啊！啊！我靠！完蛋蛋呢、啊！看来你的手哦，我必须跳槽了，我必须跳槽了。再见，全部都是我对的。大家跳，大家跳了，有很多人都跳过来了。就这三个，哎呀，我们加油啊，加油！我一定要把你打下来，就算我是你们队的，我也不会帮你吃十金币。我也吃不了，你也吃不了啊！吃不了，有人狂热了，做狂热，哇，你都狂热！不要再杰哥了！到底不要不要屌虐人呐、啊！我靠，不要屌虐人呐、啊！不要虐人呐、啊！你是输了 ！Oh my god！ 不要虐人呐、啊！我不是，不是我们最后一名哎，现在是还是玩家哎。那是谁呢？让我看。嘿嘿，万大飞都在外面。我没有最后一名吧？万大飞。没事，断线吗？也不太可能。可能断线吧。欸，应该不太有可能。哇，你们之间的事情不关我的事。干嘛乱？刚才有点乱，这个是不是最后一场啊？可能不是哦。飞乐可能是最后一场哦。又不是。然而，我的骄傲，我的狂热脚。It's frenzy time！ 你断线时间到了，我把网络干掉了，赶快断线！哇，哎，阿德兄弟怎么来了？啊，啊，他跳槽嘞！阿德兄弟怎么可以过前锋？然后有人离开了。改两个道具，不行。网络上有比较多人喜欢我两个道具啊。哎，从此我不狂热啊。他的兄弟在，心对于我心意同在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玩最后一场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人有油啊！享受我别那么好，黄龟狂热，真是的，太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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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忘大了，哎呀，爱心狂热，我的骄傲，直接改立了。哎，我有爱心鼓，不用怕。完了，完了。还有蓝龟啊 ，Go！ 再见，全部再见。集队，集队有人花枝没打。毙啦！好惨啊！第一名，我的第二名，他可以。咱们家成绩了。我差一点打到你。一下集，我一个超级把集团有人花枝没打，超爽的。1800多块，我们现在还有两个空位。刚才这个是最后一场，不是吧？应该是吧？我赢了吗？不是，还有还没结束哎。你的骄傲，奇怪嘞，哎，我们已经玩有点久嘞，哎，奇怪了。还记得
经要四点了。我相信他。什么？你怎么还是可以狂热？我可以狂热吗？我可以狂热。对，我记得我这一关应该可以狂热。我垃圾都可以狂热。而且我现在分数只有58分，你46分。中间有外国人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有一个是那个、啊，有个是我们国的。对啊，完全是。哇、啊，这个、啊，这个是我们国的。第十场而已啊、哦。哎，我太早到了吗？没有，你没有使用卡卡大法。大神，我现在网络跑得很快哦，我叫大神。确实超爽的、啊，三个金币啊！哇，怎么直接送你过来？哇！从四阿贝来归购，不要！哇！打到谁了？我刚才没有显示蓝龟打到任何人、欸，奇怪了，早已经闪过了，应该是你，应该是秒谁？应该是秒谁？电脑、啊，我看你输给了哪一个队呢？我的队友。你输给了你的队友，哈哈哈哈。哇，你怎么离我而去？我需要你啊！不行，我们不行。我就是开那个、啊、，nice， 是不是 ？nice， 我被上风了，不行。开启我的重头三名奖包，准备来炸裂雪场。你是不是狂热？我不能狂热了，我又不能狂热了。对，我已经不能狂热了。我不行了。I want frenzy。我他回来了。他回来。我感动啊！你们两个同分哎。再看不到时间，镜头的时间。那是光明，那是镜头。我失去控制了啊！我这张兵他不见了，他如果多干一点的话，他会来抢我。来，这个汤米啊，有后面有人狂热哎，有狂热，我有后山羊，有狂热，谁啊？哦，在前面是不是？哦，不干我的事情，不干我的事情，这没有影响到我。铃铛来了！哎，谁在铃铛？害怕！
在狂喝，他们像在狂喝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很强。玫瑰来喽！哎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很会放香蕉的、啊。哎，还有铃铛哦。我靠，两个闪电！等一下，不对啊，太奇怪了吧？怎么会有两个闪电？我也觉得怎么会这样，我又不能否认。我觉得我好奇迹哦。哦，这个，我不觉得这个杯赛啊，这个杯赛我有四个关卡不能狂热，不然这样会很不公平啊。会啦，那个都会很热。你看我多粉片，没有三十三包，我建议你还是去充电。我也这么想，那你要把充电借给我吗？还有一场，我们下一场来玩六局制的就好了。我们下一场只好玩六组次就好了。那你把你充电给我。好啦。可是现在。哦，我的屏幕没有断哦。我们哦没有接下来哦，好。哦 ，safe。我还以为我要再装网络。啊，因为我开狂热，我开狂热算了。我网络直接瞬间飙到400。丢脸，回旋镖了。我有活塞了。直接送圣诞老公公的礼物。哇，火力镖火了，你们完蛋了。你们全都完蛋了，接受我的处罚。接住，我在你前面。哦 ，no！ 这次我不滚，好的。哦。哇，合理怎么背叛我了？啊，真的只有我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场上有七个人呢、欸。不知道，六个吗？六个，加一个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他有我的好友？什么时候？啊，你有他的好友？什么时候？我们要加。还在被我加了。哦，他是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，但是。啊、他是用那个我们代码进来的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加他了。为什么？他是我们代码进来的，所以我没办法加他。他不是我们任何人的好友，所以我没办法加他。你刚刚要代码加他了。好、哦，现在是两个道具咯。两个道具喽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有点不太懂。哎呦，我要换人，我换人了，把那个换上来。我的三场都是我被我挤到后面去了。这是最后六场哦。强烈压制！完蛋了！各位，强烈压制！啊，我认错了啦！我打的原因就是因为要集奖牌啊，不是这样乱玩的。我们大家的目的是集奖牌啊！快！No， 你这个食物运气怎么？
打我，不用紧张。直接拐内。Oh my god！ 我的不打算打他哟。我就完蛋了，因为我一个在那一边。啊，我就幸好我开那个认真皇上，我跟你说，他被虐了。然后我们也会被虐啊！三头都是我国家，都是我国主啊，你们输定了。把你们飞得远远的，只有红龟都是夜钓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互换啊！哦，哎，哦哟，好了，没跳下来攻击，哎，我被虐了，过来吧。赢了啦！哦，这个好惨！哇，你怎么那么下面啊？我赢还是我输？你输啊！我在一半以上哎。前三名都是我们的，你输的啊？不可能！你可是八个人哎，太精准了哇！输啊！哈哈哈！好，完整性压制。我也过去，我不管。你过来啊！你过来是你亏而已啊！来了吗？你过去是你亏啊！不要过去了，对吗？啊！保持现在原有的样子啊！直接把它压制在下。low。没有，那表情符号了。Oh, thanks. Oh, 满了 Mario One. 还有谁？满了。乌 M 很快就回来了，大家加入我们这一队了。满了，各位，满了呢。没有明天都持续 online 是没有用的，赶快来玩这个比较正确啦。你走吧。哎，卡卡大马，卡卡大马！你不能打他，因为那个，因为现在在真模式。Mario One，Mario 一只。哎呀，错边了！胖子！哎，无敌星后面有无敌星。什么？后面是我啊，我没有无敌星啊，奇怪的。我托你啊！啊，两个操作合作组合还可以。不要！求你不要！我追来咯，你在哪？我看到你咯，看不到我？我看到了，直接碾过去！你被我蒙蔽了双眼。我怎么会被你蒙蔽了双眼？奇怪了，被你蒙蔽了双眼，我还觉得不可以。三场都是魔攻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怕，我还变大。不是啊，小偷袭！啊！直接飙到第四名啦！在终点前再超一个人啊！我们赢吧！拜托我们赢！是我们赢了啦，赢了啦！不要打我啊！我打你，打死你！哇！哎，进来的人也不是，也不是那么好惹。哎，那个不好惹。比较比你，简直就是我的侮辱。哎呦，我的车子到最高阶了。我赢你
在运作。千嘞，哎，我的奖牌已经2000嘞。对，好给力哦！哎，对哦，那好棒哦！啊，这第几场？在第三场，第三场。哦，钱满了。一起跑。来。加分关卡。Very fast。我一定要上到2小时啊！没有啊，应该有机会啊，应该有机会。这个才第四场而已，这一次只有6场。他本来就在，应该是他想要等到这个结束再讲。只有六场。要2小时哦。我马上就要达成任务了，要来达成成就啊！挑战成功了！哇！炸弹客，炸弹客刚才一直屌放！哦，你又冲不到！他直接把我炸到最后一名去了。卑鄙无耻之人，居然敢躲避到！好，卑鄙无耻之人，又走！我还要直接到第七名了。他自己也惨遭虐待，就是两个无敌星啦！哇，要捡吗？要捡吗？我两个无敌星哎，这我要捡去了啊！为什么要捡吗？两个捡不捡？哎，无限无敌星，两个等你来交钱，两个无敌星。Oh yeah, nice baby. No. 哎，不能变回来。我们赢了，我第六名，你要说陪我？我为什么要陪你？你这要拜西游脚的，不干我的事。就这样强哎，就2小时了，我们还要再撑10分钟。大家都满了，大家都有放那个，有放奖章，有放奖章，我才能知道是谁啊，才能知道那个地方有人。我说你可以帮他。正常现象。到时候我们换手机，然后结果手机不适应我们这个玩法，尤其是我们在玩多人配对，他直接特别骚爆。闻到显卡，他我就会骚爆。红包会直接整，红包一秒就没了。直接闻到显卡，超香，一超香。
哦，大家都不会走哎、欸，大家都是坚持哎、欸，这太棒了吧！妈咪，我帮你。我不是把时间把我的 YT 那个，把我 YT 的那个，哎，我那个啦，我不是把我 YT 那个翻译了啦，我要找时间把我那个，把我那个 YT 英文给翻译。不要打我啦！哎呀，无敌星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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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一个，直接撞一个。不要打我，很痛！你呆，你呆，呆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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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呆 ！Baby， 我是自然。太 baby 了。不要看我、啊，我现在只有四，我结束，我最终只有得到4700分啊！你办不到啦！去死吧你！我决定开我大姐。拿铁锤，你不准拿铁锤，你想拿铁锤是不是？我说铁锤很丢人啊！哎呀，这个是不是最后一场？这个是不是最后一场啊？有没有两个小时啊 ？The last of battle， 还有7分。你怎么这么想？给我打玩三场就超过啊，一场2-3分钟。我说完还在中国啊？确实。可是也没办法再追加了。不行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可以再追加。The last battle。我们在这里挂机啊。挂机。哇！我直接打中你了，可惜我只加29分了。哇，马里奥 ，Mario， come here！ 我要替你竞争，拜托不要。哎，我们一起无敌心吧。不对，不是我关心。啊！直接撞一个人啊！我手持凶器。哎呦，差点把别人，哎呦，我把别人照片炸爆，差一点灭我自己。哎，谁在玩炸弹兵加农炮啊？队友，你要玩炸弹兵加农炮，非常危险。加油，队友，欺负你呀、啊！那个啦，那个又那个。我怕你一直后退，你不要啊、哦，你不要挡在路中央好不好？你那个去旁边那个啦。我不要啊。哎，谁铃铛啊？哦，不是最危险的地方。我完全世界被热了，完全世界被热了，变大加无敌心。哦，什么的？拜托！哎呀，这是现在没打到可以。哇，这个大大！冲啊！这是现在啊！我们的奇内号啊，不要！大家拜拜，三个魔术结束。啊！可恶，第五名。那个鸡巴队啊！哎，哪个队友？你叫出来！哪个队友？都出来！结束。啊！我快中风了。哦，直接集满哎！哎，这两个我就可以加。我是走，再见。我加309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加706哎！这个是昨天的，这个是老早的。啊，这个原本说他想玩狂热的，结果跟他讲了之后他却不进来。
Mario One 刚才的。哎，我这他没炸，我人怎么吃就好了？我会，我快中风了，这快中风了。哎，我好友一大堆都是外国人。不玩了，就是，再见，拜拜，我先走。你又要去哪里了？又要去下楼看电视，玩玩游戏，然后马上下楼看电视。我们今天撑了一个小时，啊不，两个小时了。有另外这两位来陪，有一个坚持两小时的，很累。哎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我怎么没看到？拜拜，下次见。之后我好友现在瞬间跑到多少了？这个没在玩了，这个有。哎，这个还在线上哎。啊，超小！我们被压制了！哦，我们被压制了！哦。直接气到断线了。喂，早上小叶在看电视，人家害我网络很烂。原来是楼下去睡觉。我也懒得再冲榜了，那个榜真的是有够难冲的。怎么全部都是一等？哎，那个还没有上这个。这两张超级稀有的，我就留到下一次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我需要的。对，就是你，你也要有一个专业的才行啊，还蛮常用的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一个。2000块了，我今天直接赚了700块。这个我还是迟迟上不了基本分数，有个可悲的，我有个可怜的。就先玩到这边了。哦，两小时啊！两小时啊，两小时啊！哦，明天再来一次吧。明天下午2点再来一场。拜拜。